有一种类型的游戏，不管什么时间都是非常受玩家喜爱的，就是这一种解谜类型的游戏。虽然呢没有 RPG 的精美画面，也没有 FPS 的刺激感，都没关系，只要有单纯的解谜要素，就可以让玩家们忙上好一阵子啦。今天带来的解谜游戏《豪宅之谜》，一起来看看吧。行动游戏厂商 Come to Us 日前宣布，解谜游戏《豪宅之谜》即日起正式在 App Store 与 Google Play 平台上架。游戏支援中文显示，并采免费下载营运制。《豪宅之谜》是解谜逃脱游戏 Rooms 的最新系列作品。该系列曾在韩国获过多种奖项，先前也曾发行在 NDS 上运行的游戏版本。《豪宅之谜》是款以全 3D 制作的游戏，故事背景有神秘的色彩。在这栋神秘的豪宅中，玩家将探索到独特且神秘的世界观和角色构成的游戏剧情。游戏过程中，玩家需要使用各种道具，包括衣柜、电话等解谜。玩家们赶快来解开豪宅的未解之谜吧。